抵达了东京成田机场，现在呢在京成电铁，然后等的电车要往就是迪士尼的方向前进。头上都有东西，所以我们决定输人不输阵，先去商店买起来。好可爱哦，你看那只熊。对呀、啊。后面超多人在排，等一下的那个游行，夜晚的游行。但我现在真的太饿了，我决定先去附近找东西吃。吃饭！现在呢，要来吃这个。没有到难吃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可以烤的热一点会好一点。人潮跑进来了 ，Under the Sea， 好像是一个很可爱的游乐设施，但我还摸不透到底是在玩什么。就算现在是晚上八点，也还是蛮多人在排这个 Under the Sea 耶。接驳车停车的位置呢，就在饭店的外围，就是这一台。走去迪士尼啦！还是早上快八点。已经有满满的人在排着等安检。
现在过了十五分钟，我们还在安检的排队的路线上。目前的想法是，等一下进去之后呢，先走去美女野兽，然后看会排多久，再跟你们说。在排完安检了，然后要来准备入场，然后入场排的人也超多的，你会来排队吗？我们刚刚排美女野兽排到一半，看了 APP 上面的等候时间要180分钟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直接买 DPA， 也就是快速通关，等等就是10:30到11:00左右再回到美女与野兽就好了。现在来吃，不知道是早餐还是午餐。刚刚点了一个鸡肉跟蛋的挂包，蛮可爱的，是熟的。是 Strawberry 的饮料。看剧哦，先来休息一下。Mickey's Magical Music World will begin in 15 minutes. Thank you. 刚刚去买的这个吉拿棒，它其实有一个香香的味道，但我闻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味道，那来试试看吧。甜甜的，好像是香蕉耶，没有肉桂的味道。如果讨厌肉桂的人不用担心。外面裹的是一层就是糖霜，还蛮好吃的。
里的咖喱耶，然后它是两种不同的咖喱的口味，现在是不牛肉就是鸡肉之类的，对，牛肉这个还蛮好吃。我们吃完饭了，要离开这一间。哎，这间 Center Street Coffee House， 然后要到这里逛逛。我去看完了游行，然后也去商店里面买了最后一点东西。现在呢，在排今天的最后一个游乐设施，也就是巴斯光年。Hello， 我刚刚玩完了这个巴斯光年，它是一个射击的游戏。真的觉得这个超级好玩的，我会推荐你，如果你有来东京迪士尼乐园，这个一定要放在你必玩的选项之一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